情就要做到啊，这是我做人的道理。可是我真的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答应的。不用浪费时间，更不用浪费粮食。多伟大的母爱，伟大到违反了一切常理。对不起啦，我们夫妻吼就比较不方便呐，走得比较慢呐，孩子都没有管教啦，我跟你对不起啦。哎呀，一句都没错耶，那些家子，贵妇卡就存一个财过耶，难用的哦，难用的没有一种配配用的。啊！你叫每天看，怎么可能没有看见？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把佩佩还给我。你的前提是爱还是家？如果是爱，一个有经济能力又充满爱的女人，为什么不能独自抚养小孩？如果你的前提是家，现在这个世界多元成家，为什么不能被接受？但小孩只有妈妈没有爸爸，这样不是很可怜？你没有听过丧偶式孕儿啊？没有。一个不称职的爸爸，还不如只有妈妈。我真的不懂哎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国家都还是规定没有婚姻就不能受赠精子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呢，一个离婚的女人变成单亲妈妈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可是一个女人没有婚姻关系，想要独自怀孕成为妈妈，却是不合法的。我真的不懂哎。小时候丑，长大很正。你认识？小学同学啊。哇！哎呀。我想一直一直听你唱。我害怕如果有一天你不爱。我会等你。